站直潭客运总站对面一路一直过来。前面那一段，那个他们现在讲是石那个堤防，被全部被填掉了，被填掉了，很可惜。这个很长呢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请问这个台风那个还有水吗？也没水吗？没有啦，像因为有水的话就，它在那个地方就不行了。去年吧，去年是什么台风？对面淹掉。淹掉是剩下的苏迪的台风，这边都没有，没有不动不动不动，都没有关系。哎，大哥，那这个最早有让人家走吗？就是地道，没有人家走都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，因为这个地道是刚刚。你们那个谁，你们那个有看到他那个林先生，那个以前是这边的主委主任委员，现在是改财团法人董事长的，那以前还是管理委员会的话，他是主委，他那个时候在他任内，他把这边的淤泥清掉，所以咱进来给他带稻草呢，哎，扎实是。所以、这个不见天日的哈，淤泥没有清掉。以前没有清掉，那阵那个本来文化局说啊，叫阮来处理。公家要出钱，要安装，要安怎补助，要创啥？对，到现在我们不晓得。就是，所以迄个住民委员一直请起来，请伊到遐，啊出去，出去是迄个迄边啊，抽水站迄边，抽水站迄边啊。所以这一段，剩下这一段，就剩下这一段，有列入那个什么那个几级国级，三级国级。三级啊。大家，我们现在下。